SCP-007 Abdominal Planet 腹中星球项目等级 Euclid 偷送措施。 SCP-007 生活在每边10公尺的密封房间内，房间被装饰为一个舒适的生活区，里面所有物品都是以下简称对象所要求的，向对象提供其所要求的物品不会造成危险，对象不被允许离开房间，若必要的话可以动用武力强制扣留。描述： SCP-007 位于对象腹部的一个洞内，对象是一名白人男性，从外观上看大概25岁，高176公分。对象的大部分腹部、皮肤、肌肉和器官都缺失了，但是对象看上去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痛苦。缺失的部分由肉变成泥和土组成的球状物，但这些东西从未与他的身体有过任何联系，而那球状物在各种方面都是一个极似地球的仿制模型，直径约60公分。虽然球状物上的大陆与真实地球所已知大陆并不相符，球体拥有自己的天气模式，并且有可以忽略的万有引力，除此之外还存在极其微小的生物，那些生物与现在地球上栖息的生物非常相似。目前发现了两种有智慧的生物，与它们之中的任意一种进行交流还有待展开，至少每星期查看一次所发现生物的技术水准，并且自年月起那些生物的技术水准已经接近地球数世纪水准。对象坚称自己名为，但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个人的相关资料。对象并不需要任何水和食物，但同时观察到他有时会疯狂的饮食，如此大量的食物被吞下去之后会怎么样尚不得知。对象目前是智慧且和善的，智商测试结果为128，而且认为他腹中的星球是一种奇异的现象。对象看上去对自己的异常身份感到毫无压力，当被问到那星球是怎么来的时候，对象回答，我在某天起床他就在那里了，我实在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进去的。对象提供了自己的社会安全号码和驾照号码，要求检查他们来核对已知的记录，但检查之后发现全都是不存在的号码。博士每星期会与对象下棋，并在此期间评估对象的精神健康状况。博士报告，对象看上去并不介意封闭的生活环境，也没有企图逃离设施，没有暴力或精神疾病的倾向。虽然对象已经多次要求一部连接网络的电脑，但为了安全不建议提供。以上就是 SCP-007。 简单说， SCP-007 是一个出现在一位普通人类男性腹部的一个小星球，在这个男性腹部的地方有一个空洞被一个小星球取代，这个星球上有陆地自己的天气系统，并且还有类似地球生物的微小生物。这支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一个喜欢，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。希望有什么 SCP 或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，就这样，拜拜。